天底下找个七个的。你们有叶子？有。你们有叶子吗？可以吗？我马上去把这些干掉了。我也打算有人问在家。我已经看清楚了。哦，那么早。还有没得呢？这个手法能改变那个，手机。嗯，这不同的。你这感觉在往外的试，还有点不舒服，你就不要过来试一下。哦，这不同的意见。哦呦。我都感觉很舒服。好舒服一点。很拽，感觉到的，好舒服就对了。就是草根式的感觉。还有没得？哎呀，你感觉不好那个，你还要继续骑？感觉就是说飞起来了嘛，那就是这了。嗯，对。哦，你要看清楚，你这么挨到肉，它一般不得痛。它要痛的话，一般它有点儿让人刺激感觉。反正你感觉不好骑，你好感觉不好叫，还要继续骑。那你就还要跟他抬。真正练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客户，以后真正上战场的时候尽量不要问，就是他痛不痛你都感觉得到。我要懂得察言观色。可以嘛？我今天你们才第，我你们才第三天啊。啥子我耳屎那些搞得定就没得问题了。这，二毛为什么你还跟我联系？哦，他们那些基本都没得问题了。他的老板都卡卡卡的响了，有几个？也不是上来有三个跟老板跑了吗？老板都是可以的。他有几个没上，但是他回来有空了，再跟老板谈。哦，没得问题，跟他感觉走。哎，对，我慢慢走。想没想问一下？以后肯定要问。你不问他肯定不得行。对，稍微今天扶起来，扶胸根。对，再来，对，稍微带点儿力了，感觉有点温度。对，让人民给他过来。啊，对，好，换工具。对，继续来呀。嗯，对，慢慢走，差不多了。多多嘞，多大点？多少斤？多少斤？对，很快就瘦了，非常快。嗯，没错，等下你们接下来就学这些吧。好，那你们没问过吗？你跟这个更像吗？哦，对。好，然后用这个刚才那个动作呗。对。很好，对。哦。好，然后用左手接的，左手接过来。对，左手接过来。哦，对。教的时候不要往里灌。对，从低频用高频的嘛，很好。对。对，有
to my mid-channel's favorite.